我觉得说到说这是一种传统的传统的Thank you.
没有，它拆掉了。
我
其他一直都唔會好差嘅，不過自由聲音調色就好似再普遍啲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同大家咧第一時間見面有啲話題要辯論嘅，決賽啦，休息就翻嚟繼續會留喺環節。病菌、流感、隨時殺到埋身，頭痛發燒，冇曬精神，點算好？媽媽要痛熱式啦！痛熱式係有撲熱式痛，有助消緩痛熱、頭痛、發燒症狀。痛熱式採用有護理技術，令我哋成日唔會痛，從此成日冇難度。屋企常用痛熱式，醒目家人李醫生。橫掂嘅紅領式專利，業界支持抗爭教運。Thomas， 大家關頭總係遇到阻力。扎利達，幫忙應援團，幫忙派款，無需入職人員。無論你係社工定係人士，只要有身份證同手提電話都借到，現金瞬間到手。呢個打3199-1199啦，幫忙 Thomas 以借以還。中屋借錢緊要還，咪地錢中介。开 TV 真人 show， 我要做车手。日前举行选秀战，头50名最佳时速参赛者会获邀参与节目，最终五强更可获11月 NIA 世界场地越野车锦标赛香港集嘅比赛资格，迈向世界级车手之旅。首集嘉宾何雅诗、钟允晴、简淑仪，更真心体验模拟赛车。记得留意10月15日晚上10点，开 TV 真实出台，我要做车手。带给你优质睡眠，从来都是德国 Emma 的宗旨。无论咩年纪 ，Emma 都可以迎合你需要。放心交俾 Emma， 撑你撑住全屋企。周周消委会推荐，免费试中100日。Emma 仲有10几个销售点，遍布广州新界。成长无限可以 ，Freshly Prestige 天然第一层油溶精华，先进原料融合好爱免疫组合，源于免疫力量，成长自然随身。Freshly Prestige。你哋上嚟邊個推？今年真係20歲，得出嚟轉嘅時，識得睇四分55秒，行3分都同意。
老師，咁啊係七學先到，咁啊佢就18歲嘅。第二線嘅我哋嘅同學嘅同學啊，聽到嘅背景已經好強嘅歡呼聲啊！咁佢今年就係20歲啦，初入嘅成績係450.88。咁啊，呢場賽事咧有兩位泰國泳手，咁啊另一位咧就係關文安，都係18歲啊。咁啊，初賽時間咧就係4:48.07。今場咧都同樣有兩位嘅日本泳手啊，第一位咧先係第三線度嘅成田實生，今年16歲啊，非常之年輕嘅選手，初賽係4:40.23。另一位日本選手咧喺第五線度啊，兩位日本咧就係夾住中國啦。谷川亞華要20歲，初賽時間係4:44.01。最後聽到係中國隊嘅袁依婷，佢都喺第四線度咯。今年18歲，初賽入出嘅係4:44.25。袁依婷咧，其實喺今屆奧運會已經攞咗金牌啦，就係女子5米嘅個人運動，另一個攞咗金牌。都需要去額外做好練習嘅。有冇話做錯咗就會犯規？有啲概括嘅一啲嘅特例
住話可能有冇有好多位公眾人士咧會見到，因為台灣特別有啲，係我見到有啲一般嘅街坊或者咁樣，佢哋會自己去飲茶，會試一試，係啊，其實係自由式啦。一块五角官方总要求表示你们增长百分之一。